亲爱的密格七斋，三年过去了，你们还好吗？好什么好，都三年了，我就问你，我这个七还追不追了？我鸽子手我还抱不抱了？这个腿还好，不用从少年走到中年。云中心，如果你再有苦衷的话，我就要被丁儿缠死了。君子不说暗话，隔壁都已经八个级别的文了，我有个亲想赶紧成一下。三年光顾着练习盒饭烹饪技巧，希望还用得上。赵姐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给元气川当干妈啊？抖腿倒无妨，抖出个感情线就行。看看我这强壮的肌肉，不知道又要迷倒多少小娘子了。下次见到我爹，记得让他看看大宋第一高富帅。看来你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密阁七斋接令，随时准备出发。云中心大，看大宋不羁少年奋起立志，万夫莫脱。赵简道，看大宋巾帼须眉，万物阻我失志不渝。王宽道，看大宋世子如玉，家国有难，松柏有枝。小景道，看大宋陪家有女，携君之手，制药长成。学应道，看大宋寒门子弟手握双刀，矢志不渝。文员道，看大宋纨绔子弟出征牛犊，志气凌云。英雄带出玉汝之城，君子一世何惧生死？有幸报国，不负少年。关注大宋少年志二，看英雄少年风华正茂，一马当先。守心中道，见千里志，热血重燃。